来哟来哟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。好，我这个玩乐歌女要上阵喽！这一局我拿到的是好人身份。大厅演奏绝对是放弃的，因为等一下马上就要电力中断了。哎，我现在跑去哪里啊？好了，结构是聊聊，不知道要去哪里哈。后面这个人是想怎样？我才不管你的。好了，来走。好的，多危险，多危险！你看看现在有多危险。耶、欸！怎么那么多人？干嘛一直跟着我？不要跟着我！看来我这一局没什么身份了，弹钢琴吧。我刚刚好像是看到2号，2号是警长吧？2号好像把6号直接强掉啊，2号贴好啊，2号这边就是应该是警长吧？我刚刚去了监控室做任务，后来那个炸弹响了，我就解上面的啊，做完之后我就往接机厅方向跑喽。我不是警长哎、欸，我刚刚在那个观景台下载数据，我不是警长，我后来跑去要去救那个后花园的火。嗯，刚最开始我的任务在阅览室有2个，之后我是在那个厨房做任务，我的任务已经做完，谢谢。我是空城师，所以看我跳地洞不用紧张。是3号才是警长对不对？靠北，我刚刚看错颜色。没关系，不用特别强调，以免狼人把警长杀了，好不好？不用强调。你们会想要投四吗？没有声音的。我也蛮想投四，但几率很大。对，因为没声音。没声音。但9号也没声音，9号还断线呢、欸。因为他，可是断线有可能是好人，然后4号不一定。啊、好，4号来。几率就很大。好，先弃票吧。讨厌！为什么炸弹这么多啊？现在人太少了，不能不去解。虽然有可能会被杀。哦，好了，解决了。我看我的大厅演奏先放弃好了，在这个紧要关头，待在那里太容易被杀。哎呦，还原照片也是令我很紧张的一个过程。啊，法医，就讨厌拿法医要干嘛？耶，再里面一点。好，下载数据，好人任务也快做完了。啊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啊！啊！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不投四？对呀，注意啦！刚刚是法医号飘很傻眼呢、欸。刚刚3号是有变到我是吗？没有变到你。你从那个角落我有。